唇枪舌战，北大姐妹同文征。我还是还没入校的北京大学的研究生。我也是北大的校友。我希望我的两位校友 PK。我来这儿，我就是想挑战更强的人。他脑子里还有两个跟鸡蛋大一样的脑瘤，也就是脑癌。微辍之际，往后余生尽是你。把自己的每一天当成是人生的最后一天来过。一战到底，英雄联盟第四季即将播出。